做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 bug。今天呢，我在贴吧看见的，很多人都在刷，但是不知道刷这个 bug 会不会回档。如果要回档的话，玉碧可能要回档10个小时之前，所以说应该不会回档。封号的话，我估计也就最多7天，因为太多人刷了。这个 bug 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你这个每日计划、每日任务。必须得把它完成，完成困难或者挑战都可以。完成之后，M 按一下 M，按两下 Q 调到冲突战，直接开始匹配。如果不打冲突战也行，你可以直接 ESC 直接注销，重新上也可以。稍等一下，让他先匹配着吧。哎，怎么匹配不到了？不给面子。匹配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在这个选地图的界面，长按 G 键离开冲突站。他会读两次条，转两次圈，就证明成功了。Safe area detected。他左下角给了4件装备，他这个完全看运气的，给的装备不一定好，大部分给的装备都不是500的。啊，这次给了两个500的，大部分给的装备都不是500的，而且他这个会给专精点。Come on over。就是每次这样弄一遍之后，会给一点专精点。因为我专精点已经满了，所以他不给了。每次弄一下都会给一点专精点。这个 bug 怎么说呢？会比较影响游戏平衡，但是所有人都在刷，很多人都在刷，所以说刷不刷看你自己了。再见。